Triple Star， 我是英璇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拍我的西瓜智能一比六。好，让我开始进入世界，应该是好的。让我们开始啊。然后呢，今天呢的想完成的找一个成就，就是去地底找到两个，至少两个岩浆湖。啊，哪里回来？是手误了吗？看这个有点声音，来大家让我调一下。这样应该好久吗？ Good， now 就现在已经开始肚子饿了，怎么办？专门做个箱子放西瓜的呢，再放进去啊，绝对不能吃，不能吃。少哦，其实，怎么办呢？我还需要一点石头。啊，长大，长大了就好，乖乖。小啊，被我踩掉了，骑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666，134，啊，不过了，这么快，那就去那边了。六个小麦应该够两块面包的时间。OK， 三块面包，那就让我们合作吧。我们现在挖下去了，从哪里我开始挖呢？我想挖到岩浆湖啊，从雪地那边挖是不是好一点？我感觉这个雪地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？很可疑。那些西瓜有西瓜就不能吃，真是讨厌，像有家不能回一样。看起来是没有东西的，应该多做几把剑的说。咱先合成一把剑好了，拿掉一把，要斩。合成一把剑，剑，木棍一个。石头两个 ，Good job。那这个就备用了。Good。我在干嘛？鼠标啊，其实讨厌。快点！看中间有没有东西。一定要有东西啊！我这太无聊了。在很深的地方之类的，我到附近去观察一下，就像那个水的地方。有骨头，这里是哪里？哎，我在干嘛？这鼠标？秘密地底，机车。地狱。我现在就要去地狱吗？是不是有点太年轻？这么年轻就要死在那里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把那个水走掉了，很讨厌。Go，
为什么不能有加速什么这样子，然后呢这样踢屁股去呢？嘿嘿嘿，那现在就可以了，我这从水装掉。啊！这堵掉啊！我这笨蛋，用什么堵呢？泥土吗？也好，哪里？这下面我怎么没放到？这白木，这白木耳，难怪原来是用这个，那这下层也有，这下面也有一层。干嘛的这群？有什么麻烦？这个挖掉会怎么样？先铲掉啊！这下面还有一桶水，好变呢。那只能先挖些了。那我们把它堵住，搞好了。讨厌，这里会不会有岩浆啊？岩浆湖。Oh no！ 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OK， 现在就可以马上上来了。这样子可以直接上来，好，超级快楼梯。说到这里，又找到一个秘密的地方了。错，这里面会不会那个洞里面也有东西吧？拆点火把。哦，哥，火把没有东东卷，不可能，我觉得失算了。No， 为什么这样？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不可能失算的。这些地方看看有没有洞。小鸡，嘿，哦，不是故意的，是我手滑了。不要在意这点小事，是英雄没有错呀！哈哈，看来是这集是找不到岩浆湖的。对，等一下我先暂停一下，我没有回来了。那现在我们就去造个，我看刚看又看了一些成就，还有个成就是制造一个那个叫刷怪塔呢。那我一下子就把两块面包吃掉了，真讨厌，不合算啊，我的面包。看好，我们加速走。耶，真是好快的速度哦。Good。那我们赶紧去做刷怪塔好了。刷怪塔从这里搞，怎么样做刷怪塔？这样用水流吗？所以把它吹下来了。刷怪塔耶，刷怪塔，刷怪塔，哦，剑爆了。怎么样做刷怪塔？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会不停的生怪。插火把，嘿，就这样好了。
我想刷罐头就像这样差不多，然后再里面点，然后这样放水，这样他们怪物来的时候就会被推过来。这叫什么刷怪头？因为莫名其妙，连西瓜什么的也没长出来，南瓜那些。完成成就。啊，为什么有这么多西瓜？西瓜赶紧变成面包之类的，我想做蛋糕了，其实。啊，长大了，小麦。小麦。三个小麦正好可以做一个面包啊！以后我们只能吃面包过日子啊！面包，两块面包这样子。大家对了，我有谷粉啊，可以做谷粉。不过现在1.5.2有点麻烦弄谷粉了，好吧？找一些快要长大的那种。这样，哦，它可以正好三个耶。不过只有四个种子啊，居然只多了一个。那、啊、这里还有两个，玩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小气？卡住，三块，耶！我又回来了，三块面包，卡哇伊呢？那先这样 ，OK， 睡觉。喵。那我们看刷盖塔怎么样？没有生任何怪，好吧，你觉悟了。感觉今天有点无聊，那好散了。那今天的神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的影片点一下喜欢。如果想要伪装 Triple Stars 来实况什么地图或者游戏的话，请去影片的下方的 Triple Stars 委托室。然后呢，我希望大家能去我们的专业点个赞，然后呢，有什么知道线索可以在下面方的评论告诉我。然后呢，大家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然后大家下期再见，拜拜。